哇哇，应该系呢个位啊！哎呦，哇，系咪呢个位棘死？喂，系呢度啊，黄铜锁匙啊，黐线嘅真系，唉，系呢度啊，系嘛？呢度啊，我记得啊，咩精神障碍，跟住喺度学嘢，喺度。学埋晒嗰啲咩生物知识定咩啊？呢啲系咪生物知识？即系疾病嘅知识咯。强迫动作系指明知不必要又难以克制嘅重复动作，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手脚嗰啲兴奋过度，我都唔知啊。总之佢有个学名叫强迫动作，系精神分裂症嘅早期。报告到队长，琴日得一个人喺度，冇人报到啊。常见嘅强迫症啊，因患者一害怕传染上疾病而强迫性洗手啊，呢一样嘢咧，相信大家可能唔知道早期唔系早期早排一两个礼拜，好似有听过一啲日本嘅新闻啊嘛，佢话唔知道每日洗百几次手啊嘛，啊反复洗手，甚至洗到咧甩皮，佢都唔在乎啊。患者行走需要数电线杆啊，你哋有冇啊？数格仔，每日出街要数两格两格咁行啊。精神分裂症早期患者有强迫动作、强迫行为，大多数都是为怪异的思维引起。部分的患者有精神自动，没有强迫痛苦的体验。我不知道其实这个 game 佢讲出嚟是什么意思嘅啫。Hello， Eric KC 你好。啊，系啊，呢一度咧就系拎完嘢啊，等你戒心冇晒啦，跟住就问你密码几多啊？佢冇密码，即刻炸爆咗你。有一页被撕咗啦。这个抑郁症可以表现为单次或者反复多次的抑郁发作，主要表现为显著持久的情感低落，抑郁的悲观，重者痛不欲生，悲观绝望，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典型的患者抑郁心境有神重夜轻的节奏。什么叫神重夜轻？研究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近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障碍，反应时间延长，警觉性增高，抽象思维能力差，学习困难，言语流畅性差，空间知觉能力全部减退，创伤后遗症啊，哦，这个我们之前不知道玩特别篇 Red 都有讲提及到啊，个体经历或者目睹遭遇到一个或者多个涉及自身或者他人的实际死亡，受到死亡的威胁，严重受伤，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PTSD 的核心症状有三个：创伤性再体验、回避、麻木类、警觉性增高。但儿童和成人的临床表现完全不同，有些症状是儿童先有的。啊，即系所都系啲心境变化啦，讲及嘅都系啊呢度开始，其实我已经唔知点玩。老实讲，其实本身咧我系又谂住拍嘅，但系呢一度我真系唔知点样过。咁啊，大家就睇下可唔可以估到啦。咁啊，唔好睇攻略啊，呢个 game 应该有攻略嘅话呢只，我都唔知道，因为我都冇睇过。对特定事物嘅恐惧系恐怖症嘅主要症状，如广场恐怖社交，咩叫广场恐怖？系咪对于大嘅地方有恐惧感？社交恐怖啊，唔使问啦，香港大部分可能都会有社交恐怖。我谂应该呢个年代社交恐怖算系一个比常见嘅症状啦。昆虫恐怖就都系啦，因为一啲都市人啊难以接受一啲昆虫啊嘛，喺一个你嘅视线范围内，患者一旦进入特定嘅环境，即会如临大敌，焦虑、紧张、恐惧相继产生，都会啊！如果见到屋企有啲核突嘢又躝嚟躝去，即刻唔敢出去屙尿喺房屙，唔出门口啦，诶，搵个樽屙。明明知道唔应该恐惧，但又冇办法控制情绪，呢一种就叫做恐惧。恐惧咧系由幻觉、错觉、妄想引起嘅，喺幻觉同错觉嘅支配底下，常见嘅。可以有呢个惊恐发作、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伴有精神障碍，带有意识障碍嘅咩网啊、尖网患者啊，惊恐发作、脑外伤伴有精神障碍患者，亦都
由于错过导致惊恐发作，我睇完都真系几惊啦，已经。唉，集思广益。喂喂，呢度入得噶？我呢度就开翻条路。好啦，我哋依家要揾 safe 先。等先，我呢度点样行翻出去噶？头先嗰道门系唔行得嘅，系咪呢度？系啦，喺呢度啊！救命！咦，又翻翻嚟嘅？系咪呢度啊？喺呢度啦！劲易中招。其实嗰个位都几麻烦，因为咧佢冇 safe 位喺附近，我一定要翻翻嚟警局呢个位，即系佢警局正门口呢个位。嗱，呢度有一堆嗰只咁嘅木乃伊啦，呢度两只定一只啊？呢度好似一只啊？诶，冇喎，我记错呢度。哎呀 ，OK， 呢僵尸超劲。睇完嗰啲恐惧嗰啲咁嘅病征我都觉得好恐怖。好啦，我哋 save 喺第八啦，依家系37分玩到。呢、這个好似系捷径嚟，我记得。哎哟，依家我上去睇翻个谜题系啲咩先？因为大家头先喺嗰个图书馆度咧，你会见到一条绳，嗰条绳咧绑住咗咧，佢就要你答嗰个问题。嚟啦，就系呢度啦，各位。谜题嘅碎片有两块，一块唔喺度。谜题嘅碎片有两块，咁有一块喺边啊？谜题嘅碎片有两块，呢啲咩嚟噶？未来个，都唔知咩嚟。睇落似系嗰啲唔知俾佢哋倾偈嗰啲记录，就咁放咗上 game 度。啊？呢度我预咗死噶啦，其实。呢度我去睇下佢咩先，谜题嘅碎片有两块，一块唔喺度。墙上有个密码盘，算了，啊算了系冇事嘅。如果你输入密码就应该会即刻爆炸啦。乜鬼嘢谜题嘅两块啊？行动记录。唉，我系因为唔识玩呢一度咧，先至冇玩。其实我哋试下153啦吓，153啊，要合爆啦各位。诶、欸，唔系、哦，原来要，哎呀，原来有六个位啦，我以为四个位添，冇啦，要爆炸啦我。吓、啊，唔系四个位咩？呢度一个，33513，我哋输入33513啦，系嘛？33513，哦，炸爆咗头啦又。好，第一组密码系错误嘅，各位。几多啊？746199 ，OK， 746199，746199，746199。Oh my god！ 呢度新嘅多媒体。诶、欸，呢个咪新嘅？与乜乜乜冲突？里面放咗张字条。1013个人真系俾人安排咗去压叶切除，压叶切除我唔知咩嚟。虽然成日听，但系应该都唔方劲，都系唔方好嘢嚟噶。听讲虽然呢个手术咧被废除，但有啲地下医生都会做。总之我话俾管理人员听，听日我要呢个家伙去麻醉剂上门。我从一个外国的疗养院嗰度听咗一回事，对于抑郁症的对象咧，用电击会有呢一个嘅好好嘅效果，立竿见影啊！大多数有躁狂抑郁症的病人或者不服从管教咧，可以使其完全顺服嘅，但有少少副作用咧，就是抽筋同埋少量记忆丧失。骨落甩臼或者一个同一个人咬甩自己条脷，对于嗰啲黐线佬咧，系一个相当不错的功用，请尽快购买。某人的已经记录，效果拔群啊，系啊！一开始睇都唔知咩嚟，咩叫拔群？低能力嘅时候可以喐嘅，你玩晒啦！你玩晒啦，我睇紧你都可以咁样行过嚟嘅。抑郁症又称之为抑郁障碍，
顯著同持久嘅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係情感性精神障礙主要類型。臨床可見心境低落或者呢個處境不相稱，甚至悲觀厭世，有自殺企圖同行為。啊！真係黐孖筋。好啦，我哋已知嘅咧就係885977就係抑鬱症嘅症狀嘅琵琶。977335。爆咗，88597真可以直接试啊！诶，得喎呢个，咦呢、這个，诶、欸、等先呢、這个我咪曾经，咦好似有印象呢、這个好似解过啊！如果 A 成功，真系你比作者更加反社会，点样为之？点样为之 A 啊？诶、欸、呢、這个好似有啲印象喎、啊，诶、欸、有两条友。冇 power 冇办法战胜黑暗，白银锁匙咩噶？边度嚟噶？白银锁匙？咁呢个系咩啊？谜题上边有两块，咦？咁佢唔系解，佢解嘅另一个，有一小块唔喺度，吓，竟然系咁。系呢度，系呢度啦。好，档案室里边有本书。莱萨利镇曾经有一个崇拜咩 ASMODEUS 嘅宗教，名为 Ash， 意为灰烬、艾神。虽然在文明发展过程当中，其中大部分信仰已经流失，但有传闻讲咧，近期啲信徒咧都系秘密进行紧宗教活动。信徒咧相信呢一度系可以创造天堂，可以俾全人类带嚟幸福嘅神明哦，即系佢相信个教咧呢个组织可以咧创造一个全世界全人类都可以带嚟幸福嘅天堂，认为只要可以复活到呢一个组织或者咧令佢个力量复苏，就可以创造一个冇疾病、冇痛苦、冇战争、冇死亡嘅极乐。在现今科技尚未发达的时期，越来越多人为了能够前往这个乐园，奋不顾身加入组织。他们为了能够复活力量，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在这个查阅历史的记录当中，发现莱萨利镇曾经发生过几宗听闻非常恐怖的杀人事件，受害者无一例外被发现在某种宗教活动烧死的。被多谢 ICK 的订阅啊，已经订阅了13个月了，多谢 ICK 的订阅。好，继续我们的阴谋剧情啊，这个目前认为呢这个呢是组织的教徒呢所的作为，他们相信呢这个组织呢会接受，可以无条件成为他的追随者，为了他的复活愿意献出生命的人类。而焚烧仪式正是呢对信徒的一种考验。即使现在这个组织几乎已经消失匿迹，但有时候也可以听讲到美国各地出现失踪的情况，或者当地的居民听到不知道哪里来源的烧窿的气味的传闻，一定没错。组织的教徒依然会为了复活这个组织而秘密地行动。艾森就是他那个叫做组织的那些教友的名字， ASMOD 就是组织，神秘宗教组织团体。哎，有锁匙卡啦，终于可以推动剧情啦。哎呀呀呀，台主安安你好啊，时期啊，又称亚军组织啊。哎，乜都冇啊呢度，什么也没有，得嗰份咁嘅，最特别都系嗰份嘅 paper。嗰份嘅報告再加埋嗰個嘅鎖匙卡，我哋睇多一次啊！呢個曾經有一崇拜 ASMODEUS 嘅宗教，名為 Ash， 崇拜 AS 嘅宗教，即係宗教係 ASH。ASMODEUS 係屬代表咩啊？这个是英文来的。曾经有一崇拜宗教名为
艾森 check 下先 ASMODEUS 呢个咩意思啊？阿斯摩泰恶魔出现在多比亚传犹太经典塔木德中的恶魔。OK， 虽然看完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总之就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组织，我们只需要知道就是它有一个组织，想整一个极乐的世界给全人类一个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的极乐天堂。 OK，而咧呢班教徒咧，亦都喺世界各地咧，周围咧，进行呢一个神俾佢嘅考验啊，或者呢个组织俾佢一个考验啊，就喺度焚烧啦。头先都有讲到一啲焚烧嘅字眼，防盗卷闸门锁匙卡啊！我哋有新嘅剧情啊，终于可以推龙楼，太好啦！好，呢度就将会系未知嘅情况啊，我都唔知嘅，头先嗰度我都唔太清楚啦，已经有毒黑气。毒家器已经冇失效啦，武器库购物物品保管室。哇，点解有个开咗嘅？有个通风口盖俾人抌开地下，哇，好恐怖！乜执执棒，会唔会有嘢飞出嚟咬我噶？虽然我有 save 啫，哇，好惊嗰个位，嗰个位有窿喎。之后呢个柜系开，要唔要睇下入边嘅咩啊？一阵先睇。之后呢个柜系开住嘅，系咪要查看一下里边嘅嘢咧？是。点点点，里面放咗两本书，一个硬币同埋两个樽。咩噶？恶魔嘅降临会带嚟灾难，而恶魔嘅随从咧就会将呢一个咧当作系天堂乐园。遭恶魔侵入的灵魂咧，将冇办法进入天堂，而被困在恶魔制造的二世界当中，受到呢个永恒嘅饥呢个咩啊疼痛同埋苦难。哇！啲字啊，如若希奇离开由恶魔所主宰的二世界，必须按照本书记载方法执行复生仪式。当冲破恶魔制造的墙壁回到人间，必须寻找象征主义力量四，哇！又系圣物。代表智慧的失落的记忆之书，代表生命的白色圣友，代表灵魂的恶银币，同埋代表祝福，以及同埋咩啊？代表灵魂的银币，同代表祝福以黑曜石瓶装的圣水，以纯正的肉体之血每祭主的法阵，将上述圣物分别放于喺东南西北方。由此主的力量将以得以发挥，而主宰二世界的恶魔的肉体将由主的力量所削弱。哇哇，好恐怖！哇，呢四样嘢攞咗肯定有爆炸，会唔会？咩事啊？锁咗门。我哋头先睇嗰个扣画室系咩嚟噶？扣画室系边个啊？行动报告定系巢巴嘅纸条啊？第一集串起来了，强行乱动，佢喺度有几多件食物啊？我唔太记得食物系啲咩。呢度有啊有啊，呢份行动报告喺呢个大街接到有可疑嘅人咧进行嘅非法集会同埋人冲突嘅报告。现场调解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行动中两人受伤，集会人群当中一人在盘问当中逃跑。据他口中提及到乐园真神的词字的词汇，初步判定为未判明的邪教组织。现场回收有打火机、汽油、银币、液体晶的瓶、黑曜石樽、失落记忆之书，还有手枪坏掉的。哇，我 feel 到有嘢嚟啦，各位。通风被人抌咗落地，唉，好嘢话，慢慢行先，好惊。出到停车场都系为咗放下戒心嘅，俾我咁简单。有 save， 有 save 就冇事啦。见到红书，见到本 save 位 OK 啦。